是在最近才开始写自己的创作。那我目前写了四首歌，那今天表演这首是我自己写的第一首歌，叫做《逃不了》。那希望大家喜欢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 Facebook 上搜寻何思维，可以找到我自己的专页，可以来帮我按一个赞。对，那上面都会有我自己的表演资讯，跟我自己录制上去的一些影片。那带来这首《逃不了》。泪水沾湿我